这是大半碗白面，搁点白糖，酵母，一碗苞米面，两碗，今天蒸两碗半，温水这是。今天不用热水了，搁这发着。地挺荒啊。嗯，这个地这药好像一点都没当事儿哈。不知道当点事儿，没不当事儿更晚了。那咋这些草呢？没打药的它更绿，没打药的更焦绿。地头里边那差点，地头这嘎硬。大家好，我是娟子，我们俩来掸那个苞米地里了。今天春天春旱，掸着蒙药吧，就没太当事儿。完，我们就还得掸一遍这个苗后的药，再掸一遍之后，这地就干净了。瞅瞅这老败草啥的，这可多的了，这败草。等着黄豆和苞米，它俩药不是一样的。这片我家苞米地挨着黄豆地，还得那个搁那个东西挡一下子，要不要人家地，要人家苗。这块地打完了吧？走吧，回家换下一块地。这锅热的快，今天我用这锅给你做一个德莫利炖鱼，完再贴饼，看看今天能不能整翻车。贴火呀？嗯呐，木头火架上了，拉两刀。大豆腐改一下刀，加上点洋面。找了一个翻鱼的窍门，冲个短了，又搁锅扒拉一下子，鱼先掉皮了，葱姜蒜大料啥的搁锅里，这得搁大酱大锅。黄豆酱咱家的，这火太急，这鱼有点没敢煎大劲儿，怕糊，搁点料酒，再少搁点老抽，豆腐搁锅。
很强。再少搁点盐。这盖上炖一会儿。瞧今天这面发的。这真好。嗯呐，是得搁点那面起子里头。先那个。没搁。少搁点。嗯。再少搁点。少搁点啊。搁这些行不行？我先没搁，今天好好指挥得好好整的，那天都整的稀了。这不行。嗯呐，这今天这贴饼子这面挺行的。这面起子活活不就行吗？这油不好，花了点。这苞米面也花着点啊？嗯。这还是缺经验呢，下回还一起搁。嗯。先这么搁好呢，就这样式那个贴正好，一天太黑了。嗯，这鱼要是扒了吧，这就行了。嫩薄点儿，哎，妈，这个窝，你看，这个那点那个这么长，这个鱼尾巴给它有点害事。今天的面干，这个正好，嗯，这回就炖着吧。这是从院子地方割柴火呢。嗯，这套套倒省不少柴火哈。这是您这杆子，还起火还省柴火。别的开花了。嗯呐，那但是太旱了。旱，嗯，这雨难下。待会儿咱们浇浇园子吧，吃完饭。浇吧。这要不愁旱的。那边吧，那天灌下水，就这边，这几，黄瓜也开花了。看的这家小叶儿都蔫儿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咋样？这好，一点都没那个没糊啊！今天整的可成功，是吧？这面火脖都没糊，看，真好。不是不会，就是做的回数少，多做两回啥都会了，挺好。妈呀，粉条好像有点汤少了，这就糊了。你这是边儿啊，你这沾点粉条是，搁点葱花、味精。妈，你还得来，还得来把子来。这菜有粉条，这汤口的就有点像少了似的。哟，这下这豆腐能吃？哎呀，挺好。嗯呐，这豆腐今天可炖到时候了，这都出嘎子了。瞅着样，这块还应当整个酱，这要不定还得搁一个妈给这块给我整菜。啥呀？你改明再干拿凳子。嗯呐，拿上点香菜，小圆的香菜。你这，我端吧，这烫手啊。吃饭进屋走吧。我们吃饭了，今天做一个我们当地的名菜，叫德莫利炖鱼，但是。不知道那个我做的正不正宗啊？贴饼子，你吃不吃这个饼子吧？嗯。我尝尝咸蛋。嗯。嗯，咸蛋正好。今天这大饼子贴的也好，你说外头烧火的木头那么急，一点都没糊。
你尝尝我今天的大饼子，整的挺好。哎呦，嗯，这人挺软，厚薄的它不硬吗？厚的软和。那嘎子你要咬不中，给你儿子或者给我。扔了，来嘎子，扔了。嗯。今天这个鱼搁了三小勺酱，你到位好吗？嗯。三小勺酱炸锅炖的豆腐特别好吃，确实好吃。我还搁点盐，不搁盐的话淡。吃鱼吧。带鱼，那得够。有点啥毛病呢？我今天粉条没泡，我寻思这粉条泡了，这贴大饼子这功夫短，怕粉条化条，就是有点汤好像多少少点儿。啥呀？火急了。木头火下吧，就是还是烧点柴火吧，这木头火太急了。烧柴火呢？天，你二百就不甜，你烧一烧吧，一天就烧。这贴饼子做的成功了。搁盐了，吃就加这嘎子盐了。可愣可愣的。今天这菜咸淡还行，就是有点缺点汤点。哎呀，大了也不好。嗯，下回我做啥就把粉条泡了就好了。不是，爸，这菜这么做是不是好吃啊？吃鱼蘸汤去吧，蘸汤吃鱼。鱼蘸这不除了汤吗？这个鸡蛋有咸的。嗯。鱼啊！今天菜不咸，但也不淡，味道好极了，自我比较满意。这样正好，这汤的多也不好吃。汤太大了，菜就没滋味儿。嗯。往后这室外头我就总做这个粗粮的这饼子啥的，干净啥的。你接大饼子是吧？不的，也可以整菜团子，好吃我愿吃。你愿吃吗？愿吃，是吧？天天吃大饼。那不能，好吃的不能连三顿，这我爸说的话。你也得吃上不行穿的样。那点柿子凉凉吧。你完了还一块呢，他又没了。我还寻思你要给谁加呢？瞅着碗里都有。吃完了？嗯。就是吃完饭。真的来这个饭，我今天做这个掺的面还掺的少，掺面掺多了就是苞米面味就少了，就了白面味儿。过去啥也不掺就这么贴。嗯，多好，再吃一块。可得浇浇水了，这家把这小苗给渴的。这吃完饭把这小圆浇浇。小圆旱的，今年每年都不用浇水。